你要送你就丢吧。耍宝，你耍他们。老肖教我狂魔球拉菜，猛要李炳辉抢尾牙。哦，这个毛牵上去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鬼。老肖出席活动为羽绒衣站台，场上请来夹娃狂人当代言，还准备老天鹅娃娃机给老肖挑战。来，每夹必中的，每夹必中，每夹必中的哦。甩夹，好，甩夹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它你夹起来那一瞬间，它一定会松软。那你甩夹的时候，它就会松软的同时把娃娃甩到洞里。看是这样，不是把它夹，它自己自下来不是？我自下来。夹娃狂魔就看这一次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。前阵子全台刮起娃娃机风潮，老肖自己也想搞一台，比如说羽绒衣啊，OPPO 电话 ，OPPO 手机啊，一叠钞票啊。那我去租一个台吗？啊？我很想弄啊，但是我怕会被整台被搬走。你看，夹这个多好，夹不起来啊。很重欸。而最近被检举无街头艺人执照，无法继续表演的李炳辉大哥，是每年老肖尾牙一定会邀的嘉宾。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尊重所有的街头艺人的核准资格嘛。以炳辉大哥他的资讯或者是他的年纪来讲，他可能不会去 follow 到这些细节。我相信相关单位他们一定也会很快的让他拥有这个身份，那明年才能考，明年五月，那就我只能去不会被检举的地方稍微撑一下。今年的首届的尾牙预计要再邀，因为去年有哦，当然一定，这一定的，绝对。就我们公司尾牙，一定炳辉大哥都会来，对，这是绝对，每年都会请他来。